近日，周杰伦在个人社交媒体 IG 上面发文，如果点赞人数超过20万，就放出几十秒前奏给歌迷们解馋。果然，天王人气不需质疑，短短几个小时就达到了20万赞。周董说到做到，两天后就在 IG 上放出了25秒前奏，让歌迷尝鲜。不过，这25秒的前奏让歌迷大呼并不过瘾。乌市大陆就有一位周杰伦粉丝，根据这25秒前奏续写了剩下的旋律部分，进而创作出完整的一首歌曲。目前这首歌曲在大陆影音平台 B 站已经超过了200万点阅次数，而且登上了百度贴吧等大陆多个社群网站的热门话题趋势榜单，甚至 B 站官方微博也转载了这支影片。后来有歌迷把影片 po 到了 IG 上面，并 at 了周董本人。周董看到后还在下面留言还行。相信这位歌迷知道后一定很开心。不过，歌迷里面有这么一群优秀的粉丝，是不是让5年没发专辑的周杰伦开心之余，又有少许压力呢？前方有一盏独酒，盘旋扬起山岸成和风，连雾都休想逃走。对他来说是场邂逅，对你个颜色手发抖。多年前我曾在这路公路摆下，目睹过一场残酷的关手。最难等我，我希望我可以打入里面，我不希望变成他的甜点。我可想再做梦，真的再做梦。我刚刚在车上睡。我怎么拿成昨天的邮包，脸上挂着奇怪的微笑，可能一切是假象。开着敞篷车，吹着气喘吁吁，远方的天空是不是在下过雨？抬手看清天。